我叫 Mr. Ball， 我生活在一个满是丧尸的世界，这就是我的日常。报告，解救一名市民，像是一个刚失业的 loser， 没有变异。好的，长官。有这么明显吗？你被开除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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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开除了。好吧，我是失业了，而且是好多次。哎，不赶快找到新工作，这个月房租都交不起了。哎，丧尸调查局 ZIB 什么鬼？哎，这位先生，要不要？不留电话，不扫码，不办健身卡。可是吃不起饭，买不起房，失业中。包吃住，还配豪车，先生？鬼才信！怎么会有这种工作？拿来！哼，先生，这可真的是一份难得的好工作呀！加入 ZIB， 成为真正的特工。真的配豪车呀？还配有专属车位呢。